刚才他打他很血很少了。这波我们先去填那人的包吧，先填两瓶饮料。哎，他的包呢？一枪。算了，先不过去。我们刚才开了枪，先苟一波。我们要吃鸡的。我没看那人包了，不要了。这时候不要慌，铁三圈不要注意力分散，因为周边可能还是有人的。有队友怎么办？有点麻烦了呀。先把他给补了再说吧。看到他队友了。全是三级头啊这些。他丢雷，舔下他的还有两个雷够了，下面再打，快快冲快冲快冲，还在打，还没停。哎，我刚才芭比星忘了捡哈。好像没有打完。稳一手吧，稳一手，稳一手。